欢迎回到世界征服的四的战役。好，我们要继续来同盟国一下。这次是第五关吧，我们就要来开始推。不对，第四个任务，居然搞错了。第四个任务呢？我们要来登陆西西里岛。这是盟军反攻的第一步吧，好像。好了，我们就来执行吧。北非的轴心国部队已经被我们击败，现在只有让意大利彻底退出战争，才能使地中海彻底在盟军的控制之中。指挥部已经下令，要求您和您的部队进攻西西里岛，这将是盟军解放欧洲大陆的第一步。好，那解放欧洲大陆。这次的行动的目标是夺取西西里岛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场。这是盟军首次大规模联合行动，我的舰队会配合你发动进攻，配合你进攻岛屿。好，我们就来进攻吧。我们先重来一下，因为我不想用那个。不能用德军讲的。没想到射死了。这场也很简单啦，就打败每一射就好。我们的进展很顺利，一定要比英国人抢先一步占领巴勒莫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，英国才会一直跟我们抢地吧。上啊！他在说西西里岛怎么了？按太快了，有时候。西西岛是我们的了，渡过海峡，彻底击溃意大利。然后英国就会开始跟我抢地盘，真是够蠢的。所以现在把那个轻型坦克移出去。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占领了。
还以为能打掉，真是可恶。蒙哥马利一直跟我抢，是说德军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懂？这时候德军应该不在这才对。看来又很快的能结束了，行嘞，我们占领这个地方，很好哦，不过如果将领太弱的话，这一关会成为一点困扰，就是，会不太简单，但是要想办法了，就是第一就是最好别让英国抢走你的那个，抢走你占领的巴勒莫。这样才有效的能建立空军的那个空军的攻击点，你才能用空军去攻占城市嘛。所以说最好就是要把巴勒莫先留着，修一下城市再出来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利于你接下来的作战，不要让英国抢了你的土地。那英国抢了又没好处啊。好啦，我们下一回呢，就要来面对苏联的关卡，就要来面对库尔斯克会战。就是苏军接连挫败德军的开始啊。五六七都在挫败德军。好啦，我们就先到这边。下一次我们就来体验，就是参与苏联的库尔斯克会战。拜拜。